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今天继续《论语》的学习。子曰：“苟至于仁矣，无恶矣。”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人的状态和境界。现在我们要做的是，要达到这个状态，如何去达到呢？刚才我已经讲到了，听我们良知的话。咱们还用孟子的这个故事讲的这个故事给大家举例子。 一个小孩掉到井里了，这个小孩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但是呢，我的心第一个念头就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去救他。啊，这个时候并没有求名之心、求利之心，也没有啊向这个孩子的父母示好，只是觉得孩子掉到井里了以后，觉得心特别的不舒服，如果不救，于心不忍。这个不忍人之心啊，就是良知之心在发挥作用。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因为啊自己的原因没有去救这个孩子，那就是违背了良知，啊，所以我们说应该如何去做呢？想办法去救这个孩子，啊，所以我们说苟至于仁矣，无恶矣。你现在虽然没有达到这个状态，但是你一直在力行。我们说力行近乎仁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你力行就是在。 践行人道的这些道理，践行良知的这个用啊，在我明白道理了以后还做不到的情况下，我就要求自己去做到。等我们做到了以后，也就完全能明白这个意思了，啊，所以啊，孔子的两个弟子，一个颜回，一个曾参，颜、啊、回听了孔子的话，闻一知十，不贰过，被孔子称为好学第一人。 他听了以后，马上能够常住于这个人的境界之中。而曾参呢，他是下愚，他无法理解夫子的这个大道。但是曾参特别的听话，他按照夫子说的去做啊，所以他最后也得到夫子的道统啊。夫子还专门传给曾参一部《孝经》啊。我们说《大学》也是曾参的著作。 大学呀、啊，把夫子在《论语》里边没有讲的性与天道的问题阐述的很清楚。那颜回很聪明，他一听就做到，像慧能大师一样，听了一句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就开悟了。啊，这个曾参呢，他做不到这种状态，但是他也开悟了，他也能把心常住于人道，和孟子所说的不动心的一个境界完全相同了。他怎么做到的？力行。 啊，解行相应，解行相应吗？理解一点，做到一点啊。光理解做不到，这个不叫智慧啊。那你说，李老师，你现在出来讲课，你都做到了吗？几乎没做到。那为什么还出来讲课呢？啊，因为也是讲给自己听啊。别人受不受益，咱们不知道。但是每讲一次课呀，好像自己的心也受一遍洗礼，也提醒自己很多的东西没有做到。 啊，有的时候良知也起作用，告诉自己，哎呀，这个事情答应答应别人的还没做到，那个事情答应别人的还没做到啊，努力的提醒自己，想着把这个事儿啊赶紧给了了啊，这是我们在用这个良知来处理事情。所以说，苟至于人无恶也啊，无恶的原因就是完全听良知的。好，我们看下边一句，子曰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。” 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这个告诉我们的就是，富和贵是每个人都想要得到的啊。但是得到它呀，必须是有方法的啊。什么是方法呢？就是立身行道啊。立身行道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，心不受外在任何事情的善的、恶的事情的干扰。 啊，你说我达不到这个境界没关系，但是我们知道方法了以后，也要努力的奔着这个境界去前进。啊，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富贵不能淫，啊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你富也好，啊，贫也好，啊，喜也好，忧也好，状态始终不变，啊，这种状态我们称为大丈夫的境界。 孟子还有一个典故啊，有一次有一个人给他送了很多的钱啊，孟子没有要啊，他的弟子很佩服孟子。还有一次呢，又有一个人给孟子送了很多的钱，孟子二话没说，把钱收下了。他的弟子觉得很奇怪，说：“老师，你前边别人给你送钱你不要，而后边别人给你送钱，你毫不客气的就收下了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你这不是前后矛盾吗？” 孟子怎么说的？前边第一个送钱的人，啊，是想让我为他做事情，他是想收买我。君子怎么能被人收买呢？所以这个钱我当然不能要。而第二个人是我的好朋友，我要出门远行了，啊，好朋友送给我钱，我为什么不要呢？啊，先贤子路说过一句话：“愿车马依求与朋友共。”啊，我为什么不要呢？ 所以说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绝对不会为了挣钱啊去影响自己的良知，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明白了，原来啊，我们的贤人、我们的君子，还有我们儒家的这些代表，他们所做所为都是按着良知去做的，啊，我们以前的这个生意人呢、啊，他们抱定的一个目标并不是挣钱，为什么不是挣钱呢？ 啊，他们为的是社会啊，为的是大家能够更好的生活。你想，这个地方缺什么啊？我把这个地方没有的东西倒腾过来卖，然后呢，挣一点啊这个利润来维持自己的生活。那个地方缺什么？我把这个东西倒腾过去啊，把这个东西给他们，然后挣一点啊钱生活。它主要的目的啊，是为大家服务。 我们说很多境界高的人啊，还有很多伟大的企业家，到最后以后啊，都达到一个儒商的境界。何为儒商的境界呢？就是在为别人服务的时候，顺便挣钱。恰恰你达到这些境界以后啊，你都不用想着这个钱，它就钱很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为别人服务了，那这些钱自然而然会流向你啊。 啊，而我们现在啊，很多这个经商的人，他是怎样呢？把目标定在钱上。你一旦把目标定在钱上以后，可能就会违背良知，所以就会出现了很多什么，像假奶粉啊、假疫苗这些事情就层出不穷、屡见不鲜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自己的心被啊外在的物质所影响了。而我们真正的啊儒家。 啊，真正的儒商是侠之大者，就像金庸先生所说的一样，是为国为民的。你在一个小城镇上经商，心里想的是一个小城镇；你在全国经商，想的是全国；你在全世界经商，你想的是全世界。这是儒商的境界。你有这种境界，你一定能挣到钱，而且还不会为钱所累。所以，我们看到很多身价上亿的一些老总、一些企业家。 啊，穿的吃的恰恰很破很旧，那一个月挣一万、挣五千、挣两万的，可能就容易显摆、容易张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能驾驭几百亿、啊上千亿的人，这样的人的境界早已经不是为钱而活了，啊，他已经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和意义了。啊，像稻盛和夫先生，还有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范蠡，三聚财、三散财。 那后者那些啊喜欢炫的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内心空虚，啊，他觉得自己缺这个。这个时候他已经是物质的奴隶了。一旦成为物质的奴隶以后，可能就会君子爱财，取之无道了。啊，不按照良知去从事了，只要能挣到钱，让我干什么都行，坑蒙拐骗，只要能挣到钱，我都去干。 这个就违背了什么良知和自信了啊！所以孔子告诉我们：富与贵啊，虽然别人还有我都喜欢，钱我也喜欢，但是我绝对不违背自己的良知去得到它。啊，好，我们看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，也是这个意思。想得到富贵。 啊，还不想处于贫和贱的这种生活状态之下，但是怎么样脱离这种状态呢？立身行道啊，而不是去偷机取巧。何谓立身行道呢？《大学》里边说的特别的好啊，故大德者必得其命啊，必得其禄啊，必得其寿、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的品德有了以后啊，很多的东西自然而然会流向你。 所以呀、啊，我们能散财的人反而能得人心；聚财的人，财聚起来了，有的时候啊，恰恰会失掉人心。所以《道德经》里边说：“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”啊，自己多的时候啊，尽量多给予别人。这在佛法里边叫什么？叫布施。 用我们儒家的话来说，叫舍。你说舍得舍得，有的时候舍去的是财富，舍去的是自己的利益，恰恰得到的是更多的财富，得到的是更多的利益。所以，名最盛的人，啊，权最高的人，名啊能传最久的人，一般都是最舍得舍的人。就像大海一样，他把自己的身价。 放到最低，恰恰江河百川都流向它，恰恰成就了他的大，正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我们的财是我们德行的附属品啊，而不是我们把目标定在财上，努力为了钱去挣钱去奋斗。所以，我们古人士农工商，为什么把这个商放到最后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古人认识到。 一旦经商，有可能会暴富，暴富以后，很有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。啊，我们这个少林寺啊，大家都知道是这个禅宗的祖庭，天下武学出少林。但是这些师傅们呢，有很高的这个武学修为以后，还要去参禅，为什么呢？参禅的目的就是为了磨掉这个好斗之心。我们知道。 自己的这个武学修为啊特别高了以后啊，就愿意和别人去比试，就愿意去分个高下。有了这种状态以后，就证明你的心已经被外在的胜负之心所影响了。这个时候，往往还要去修禅。修禅的目的就是磨灭这种好斗的心。所以说，我们叫禅武双修。我们现在呀、啊，一定呀，把自己的心收回来，不能让它成为。 欲望的奴隶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去驾驭它。我给你一百万啊，你能很好的驾驭。现在如果给你一千万，你还能驾驭吗？给你一个亿的话，还能不能驾驭呢？可能就已经承受不住了。我们说量大福大啊，你是多大的心胸，你是多大的智慧，你能承载多大的福报。所以有的人呢、啊，心胸。 不大福报啊，如果很大的话，它也承载不住。这就是我们清华大学的那句校训的意思，叫“厚德载物”啊。你的盘子很小，我如果给你一个特别大的东西，你是完全承载不住的哦。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有福呢？先把自己的心修大，把自己的量修大啊。像大肚弥勒佛一样，大肚能容啊，容天下难容之事。 笑口常开，笑天下可笑之人，量大福大呀！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明白啊！君子去人，勿乎成名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，造次必于世，颠沛必于世。告诉我们，处于好的境界，我的心不动，不违背人道；处于坏的境界，我的心也不动，也不违背人道。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永远不变的这个心。 大丈夫的心，贫贱不能移的心，威武不能屈的心，富贵不能淫的心，就是永远不动的心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才能很好的去驾驭一切外在的事情。来看后边，子曰：“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，好仁者无以上之。”刚才我们讲了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，他会去讨厌没有德行的人吗？ 他不会去讨厌，他只会去可怜他，去慈悲他，去想着如何能帮助他，啊，所以人道是什么呢？是爱人啊，是一种博大的爱，也就是孟子所说的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也就是《礼运大同篇》里面所说的“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”，这是一种把人扩散出去的爱。 这种爱里边没有恨没有怨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慈悲。所以说，达到人道的人绝对不会去恨别人。好仁者无以上之，恶不仁者其为人矣啊！我们《论语》啊，很多的意思啊，每个翻译起来都不一样。我们说夫子有一个微言大义，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语句啊，字很简练，很精简，但是往往啊，有无量的意思。 物不仁者，其为仁矣？我们一般的书上啊，给他的是一个逗号，而我认为这儿应该是一个什么啊？问号啊？问号是什么呢？物不仁者，其为仁矣？翻译过来就是：如果他讨厌啊不仁的人，那他还能算得上人吗？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，达到人道的人，他不会去讨厌啊恶人。 他也不会去讨厌坏人，他只会去可怜他们，想着如何去帮助他们。这是我们博大的胸怀，这是文以化成天下的话啊。我们说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如何去平天下？如何去齐家呢？就是能够用自己的德行去化民，把不好的人变成好的人，能够达到夫子，也就是孔子所说的“听讼无由人也”。 必失啊！使无送乎？能够让他们自己认识到自己的不对，都不去争论，不去打官司这是我们的最高境界，所以他不会去厌恶人。其为仁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啊！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，盖有之矣，我未之见也。这就是告诉我们啊，不要用不好的人的心来影响我们的心。举一个例子。 本来我的心很干净、很清净，遇到了一个不好的人、不好的事情，就把我的心给染污掉了，我的心就痛苦了。你说你冤不冤？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讨论，说李老师，我离婚了，离婚了以后啊，我觉得我这个男朋友他骗了我，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现在啊，见到男人我就很恨啊，心里边很不舒服啊。我说你,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受伤害了？他说是。 那我说你现在每天恨这些男人，啊，你觉得你自己心里舒服吗？他说不舒服。你觉得你心里阳光吗？他说不阳光。我说对呀，别人已经伤害了你了，你为什么还给自己进行一次二次伤害呢？这就是用不仁的人加到了自己本来很干净的人心之上。我们人呐，很容易做这样的事情。比如说，我们院子里边有一棵带刺的树。 这棵树啊，上面长满了刺，你如果去抱它的话，你就会觉得扎得慌。你用力越大，抱得越紧，被扎的就越疼。如果你把胳膊放开，不去抱它了，这个时候啊就不疼了。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啊，没有人让你痛苦，你痛苦的原因是你自己想往这棵带刺的树上去抱。所以，如何解救自己呢？ 只有自己放下、放开。如果你永远想着“哎呀，天下的男人都是坏人，这个人不好”，你永远无法解脱，这就是冤枉啊！啊，你被一个人伤害了他只伤害了你三年，你现在可倒好，你难道想让这个伤疤跟你一辈子吗？所以我们要看开啊，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啊放下，让自己的人道之心恢复。这句话说的。 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啊，我们要明白了，原来啊，我们这个良知的体，也就是这个清净原明体，并不是来自于外，而是来自于内啊。影响它的、染污它的，是我们；让它干净的，也是我们。时时勤拂拭，谁拿着刷子来洗我们的心呢？也是我们自己。现在我们听课的这些朋友啊，在电视前的、在电脑前的，都是一样的。 如果我们痛苦的话，谁给自己的痛苦呢？啊，自己给自己的痛苦，外在的那些干扰只能让你痛苦一下，而你却永远拿着这个痛苦啊来惩罚自己，这是不是傻呢？是啊，这就是傻呀。所以很多事情啊，我们当下放开，当下解脱。那你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难道都是坏人吗？当然不是了。你看我们有一个太极图，有白有黑。 黑中有白，白中有黑，啊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坏人，有黑的就一定有白的，有善的就一定有恶的，你遇到了恶的，就说明你可能运气不是特别好，可能你分辨人的智慧不是特别的高明，你应该怎么样？吃一堑长一智啊，而不是沉浸在这种漩涡之中，永远用这种刀子啊，好一点了扎自己一下，好一点了扎自己一下，这叫自讨苦吃。 好，我们看后边。子曰：“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。观过啊，斯之仁矣。”这句话呀，古来对他的解释很多我讲这个《论语》以后啊，翻了很多的资料，我来看这句话，发现每个人呢、啊、对这句话的理解都不一样。我个人对他的一个理解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就是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一样，交的朋友不一样啊，我们。 怎么能看出这个人仁还是不仁呢？比如说，这个人是一个官员啊，他接触的人都是有钱人啊，都是有名望、地位的人，那他的家人会不会跟着他沾光呢？啊，如果啊，官过私之仁矣。什么时候官过呢？如果你作为一个局外人，你看到这个官员用自己的权利给自己的亲人谋福利了。 你认为他做的是对还是错呢？啊，如果你认为他做的是对的，那就证证明你怎么样啊？没有达到这个人的境界。这是每个人接触的群体不一样。还有一个，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种家种种庄稼的人啊，是一个农民，他没有那么高的地位，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利，但是他每天种地的时候，只是。 马马虎虎的种一下，施肥不好好施，建苗不好好建，浇水不好好浇，啊，很偷懒。跟自己的这个邻里乡亲打交道，不是坑就是骗。那你说，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来看，他是一个啊人道的人吗？如果你认为他是一个人道的人，啊，他是一个靠良知说话的人，那就说明啊，我们自己没有良知。所以现在啊，我们这个。 积非成市，什么是积非成市呢？本来不对的东西，大家都认为对了。你如果当了官儿，不为自己的亲人，不为自己的这个啊、呃，这个关系近的人谋点福利，大家都认为你这个人不是个好人，对吧？恰恰你这样认为他，他就说明我们自己的良知已经被覆盖住了，我们的德行啊已经被染污了，对吧？真正的有德行的人，他看这个事情能看得很清楚。 所以这句话是什么呢？是一个试金石，是一道试题。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周围的事情，你认为他做的对吗？啊，如果大家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认为这个人做的不对，你认为他做的对，我们就要反省一下自己，我们的良知还在不在，他还有没有发挥作用？啊，孔子啊，也经常用这个方法来考验自己的弟子。 比如说，拿出一个事情来让弟子去分析，有的人就用良知来分析，有的人就用利害来分析。凡是对自己、对亲人有利的事情，他认为就是对的，而不是说要遵从内心的良知良能啊。所以这道这句话呀，它是一个试题啊。好，我们看子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以。”我们一般人对他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呢？ 就是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以后，我现在死了也可以满足了。那这句话对不对呢？直接解释也对，但是呢，离正题呀，我觉得还差很远。我们说“朝闻道，啊夕死可也”。你如果只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但是还没有做到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是不能死。应该怎么样啊？明白道理还在其次，做到这个道理 啊，哪怕死了也值得了，因为解悟和正悟啊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解悟相对来说要容易很多，而正悟啊就难了有的时候一个道理啊，就比如说对父母要孝顺，我们心里边明白这个道理，但是很多人就是做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做到啊比理解要难得多。所以说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 他应该是怎么样呢？是早上啊，懂了这个道理以后，又做到了晚上。我死了都无所谓，因为已经能处于这个人的境界之中了。你处于人的境界之中啊，没有得，没有失，没有去，没有来，永远在零点能量场上。这个时候，死和活是一样的。用孟子的话说，这叫“妖兽不二”的境界，“妖兽不二”的状态。 也就是佛法里边所说的啊，禅定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的境界。所以这种境界啊，比较难达到啊。绝对不是说我明白道理了以后我就可以死了。明白道理的人多了啊，那都可以去死吗？当然不是了，一定要做到啊。做到了以后，妖兽不二，就是短命和长寿都一样了，因为心已经不动了啊。这个呢，比较难于理解。 不过我们慢慢来，虽然不好理解，但是我们有一颗想理解透了的心，就可以。子曰：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于义也。”这是孔子所说的。一个人呢，如果能够啊，把自己的志向定在开发自己的良知良能，开发自己的清净元明体啊，他绝对不会啊，我今天穿的不好，会不会被别人笑话呀？ 啊，我招待宾客，我吃的不好，会不会被别人笑话呀？绝对不会有这种状态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心已经处于这种，或者是将近达到这种清净圆明体的状态了。这种状态之下，你的心是欲望的主人啊，而不是欲望的奴隶啊。你能做欲望的主人，所以你不会因为外在的吃。 穿住而觉得不开心，也就是我们刘禹锡写的那一篇文章《陋室铭》，它很有名啊。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云亭。孔子云：“何陋之有？”这个地方不好，环境也不好，我吃的也不好，我穿的也不好，但是我能够至于人道，把心和道合在一起，人心即天心，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讲的天人合一。 我达到这种状态以后，我的心早已经不是欲望的奴隶了。我又怎么可能会因为自己穿的不好、吃的不好而忧伤呢？我都没有忧伤了，我只剩下爱和慈悲了。所以孔子说啊，如果一个人啊至于来开发自己的良知良能，但是还是觉得哎呀，在吃和穿上讲究，吃点儿差一点儿就不吃，穿的差一点儿就难过啊，就不出门。 就冲自己的亲人大发脾气，这种人，我都不愿意和他去议论，都不愿意去和他说话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看，子曰：“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事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于彼。”这句话呀，道理比较浅显。君子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心呐向道的人，就是格物的人。我们说，物格而后知至。 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我们从出发心到如来地，离不开这两个字：格物。啊，只要我们有志向格物，我们现在虽然只是一个普通人啊，没有达到贤人，没有达到君子，没有达到圣人，没有达到阿罗汉。 没有达到菩萨，也没有达到佛的境界，但是我们已经能够听良知的话了，已经能够力行了。因为力行近乎人呐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唯一听从的原则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内心的道义。所以夫子说：“义之于彼，什么是道义呢？就是良知的用。我们说有本体，本体一定有用。” 啊，叫体相用啊，这个义就是我们这个清净元明体的用。我们遇到任何事情，绝对不以自己的利害得失来做标准，而是以是否违背清净元明体、违背这个阳明先生所说的良知啊为标准。所以林则徐说：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”一个国家的祸患，我怎么能因为自己的功名富贵？ 而改变呢，对吧？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对我有利，我就去做啊；对我没有利，我就离得远远的。这个不是我做事情的标准，我做事情的标准是比这个境界要大得多的啊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听良知的，这叫啊义之与彼。我们今天的课程啊，就先进行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啊再继续接着学习。